你跟我明哥出来电话面头前啊，妈，你迄个林康啊，伊根本就是大魔王，妈，你敢不知啊？伊就是把魂心剑走狗，爸就是大魔王，妈，不是，迄个妈不是爸，爸嘛是让咱父亲啊，过江了就危险的，妈，你听我讲，紧的。啊，你是咧讲啥？啊，你到底是咧讲啥？我嘛唔知，伊是咧讲出讲话。唉，我之前都讲啊，伊唔知影受到什么款的刺激，精神错乱啊。 凡事就是为头下事开始，才会变较怪怪。王永金，那你听我话讲，杀人恶魔，妈，真正怪怪的人是伊啊，因为江松仁哦。你啊，就是对遐邪事想过好奇啊，阁无基础，才会走火入魔啊。少年人不要想，啊，前途拢乌有去安尼。王永金，卖听我话讲，妈，我就正常啊，我无啥物走火入魔，我无啦，卖听我话讲。文金啊！ 初强哦，讲伊就正常，恁应该无问题啊啦吼。林秋水人敢有感觉伫林秋水啊？伊若是精神错乱，敢有可能去绑票家己的阿嬷甲阿公？啊，毋过伊正常啊，够好好的呢，哪会有用变一个款啊？礼品嘛有伫咧现场，无你问伊，阿强敢有正常？伊伫现场受甲大家惊着啦。唉，即款的变故。 无人希望看到啦，尤其阿强哥遐尔少年，即嘛是有唔忙，也当赶紧好起来。王永金，妈，你莫讲，莫杀人阮妈，是逼逼少年，妈，莫伤心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，你是阿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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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阿
妖魔鬼怪，夫人，夫人慢点，安尼让伊用着伊的治疗。我把阮囝给你安尼认定啊！你要等到电话就好，我无拜托的啦。开个老妖怪，我知影你今嘛种唔甘也咧受苦啊，也唔过伊若无好好接受治疗，真有可能会踮咧遮，永远无法度离开呢。你敢希望安尼？你的妖魔鬼怪，你开的妖魔鬼怪，宋江，总算起来，不是搁比爹王进后边。听人讲，你去用电脑，有感觉安怎？较好无？他有感觉公公的无？啊？你即摆是毋是惊讲，我顶间咧头晕，头壳歹去，若是变成残废了，你就无法度把我的身体用作是转身术的容器啊？我要安怎讲，你才会当相信我无安尼想咧？啊！来，来给我看，查查老师啦，家己的牺牲计收起，你若叫小虎，就伫个双方面就出现啦。我就是因为啊脑瘤发作，一定要去病院治疗，我都过去，唔只个黄金。去现场看卖一下，卖阁假啊！你是唔敢面对我？你叫文静就代替你去，
因为恁拢唔知影文根姐是你的分身。我再讲，文根姐会当对我做法，而且村人嘛袂怀疑。我知影啦，你伫咧气我，我骂你的心事。啊，不过，迄言唔是绝对的，有爱哦，才是真正的。这二十多年来啊，我伫甲你当作我亲生后生看待呢。我是真正甲你疼在心的啦。原本我就是讲，是爸爸对后生的疼惜，我够疼惜。原来拢是你怀疑，你遐尔啊保护我，拢是为着我的身体，互你会当专心。你就是保护我身体安全尔。你误会了啦！你会记你细汉时阵上惊弹雷公啊？啊，大概吼，你着爱吼，我甲你抱的。啊，我伫我的胸腔顶面才安稳困下去。我若看到你迄困的模样，就是一种比较怜心的感觉。卖阁骗啊！你讲我愈阿杂，确实我唔知影，懂你。你认为做你的勇主，就是你要用伊的身体做转身术，你就会当变做江虫人。即马你对我嘛是同款，你要用我的身体用转身术变做是江道成 3.0。迄是因为迄个时阵啊，我变无路，顾不离就唔只做迄款代志。啊，不过你想看卖啦，我甲无的，看来无够一年的感情。我甲你无同款呢，有二十多年的爸仔感情呢。人心是肉做的，不是讲断哦，就切会断的啦。王姐，刚才你又继续骗，我你解释啊。五年前你甲我甲超越困连密室内，你是要创哪？为什么阿妈甲超越紧走？迄个是你要用转身术对不？转身术哪有这么简单的啦？当年我会甲你甲超越哦，带你去遐密室，遐行为我有算到恁哦，拄着一个死劫，为着要替恁化解，唔才传你入去的。结果恁阿妈吼误会我的意思，唔才弄你来。结果，哎，头生，头生，你讲袂错，你若真正爱我，那我管家当作是笑的。你若真正爱我，就把我放出去，在大家面头前，把所有代志拢讲出来。你若敢，我就相信你。我知，少强，我知影你即摆俩讲，我讲什么话哦，你拢听袂入去啦，听话啦，少强，慢嘞。你来了，凊彩等我好些啦，秋生，你有安怎无啦？啊！卖个假，你想干？秋生，你若相信我是上疼惜你的，啊，若无我哪有可能？你甲遐话说，甲你讲，是不是？你无看到伊，让你电到要抓狂啊？是毋？好了好了，别电了啦！今日啊，甲带去房间啊，休困啊。妈，你搁入来吵重林是要创啥？有啥物话哦，明仔再讲啦。妈，创啥拢已经互人关伫疗养院安尼？你讲我等明仔？我问你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是安怎有几个凶手甲创啥约你去迄款所在啊？就是因为起痟啊！你敢知影？伊掠我甲阿霞去山顶要提阮的命咧，我身躯会伤。
甲阿霞遐个伤，拢是受伊个指引嘞。无可能，臭鸟无可能会做这款代志啊！文金吼，拢甲我讲了真清楚啦。迄臭鸟家己吼，乌白乌多说啦，乌甲家己吼，神经神经。我就是我安尼吼，才无过乌遐个，因为吼，迄乌无好，甚至害家己哦，心智不清。啊，走去自杀拢有可能嘞。阮幼爸吼，甲我讲真济啊啦。超强这个囡仔，唔知严重性啊，看好算，乌白去乌，无天亲亲。囡仔吼，伊会变到安尼，拢是家己做得来啦。好，这件代志我嘛有唔对，是我无甲超强讲好，伊才安尼乌白来嘛。是我拜托刘伯，你先甲超强哦，再倒转来。我保证以后我大概二四点钟甲顾好掉，袂阁予伊了什么其他的代志安尼好无啦？以前查某囝呢，亏了这么大，那讲起来，你敢爱会着？啊，无不伊啦，伊若阁伤害着嘛，到时阵啊，后悔就袂晚啦。是啦，秀兰。就是伊敢若家己一个人安尼哦，无法度甲我甲阿霞拢压掉，我们来抵抗都拢无法度抵抗嘞。我若想迄当阵许代志哦，我甲即马心脏还阁皮无惨嘞，所以袂许甲放出来，绝对袂许甲放出来啦。妈，臭强伫疗养院互电疗，个人绑起来真正足可怜的呢。伊自细汉到大汉，毋捌食过这种苦，我还唔甘啦。无安尼好无？我一间较温和的疗养院，想无咱加请几个迄查甫的看护，甲顾好掉，安尼敢好？你真正是妇人之仁嘞！眼光真清。你刚刚看到超强去治疗时阵，迄种痛苦，啊，不过煞无想到讲吼，嘿，一定要透过这种专业的治疗，超强病才真正好起来啊！你唔知啊，超强哦，即卖规嘴哦，拢是讲笑话咧。伊讲哦，中年是妖怪，啊，阮拢是鬼哦。安尼敢无笑了真严重？假使这哦，若罔透过专业医师治疗哦，伊变啊好会起来啦。你唔通去大惊小怪啦。好啦好啦，你嘛要随时去看超强啊，无需要这么不甘啦。该情绪拢控制袂好，是要照顾超强啊！啊，唔过，哦，你卖讲唔过，你先出去吼、哦。你先出去，我来个同林讲，好，先出去。同林，文金，甲阿强送去小病院，嘛是你的意思是？那是继续哦，和超强的外口了，乌白乱讲话，我的身份哦就会变空，到时阵哦，代志就麻烦了啦。超强这个囡仔无食过苦啦，唔知影天地几斤重，才敢侮辱我。我就是哦，要回受着折磨，我甲伊脾气哦，拢无啊。我看听我扫一声，伊就皮皮喘；我讲声，伊就应声。到迄个时阵，才会当甲放出来。妈讲哦，这件代志阿霞知影，今麦连阿强嘛，啥物拢知。我是足烦恼，讲这个秘密吼，今日收袂掉。我是看你的面子。甲龙文本仔下个，你上好是甲顾好掉，莫回来破坏我的计划，害我无命。啊，若无，莫怪我心下手为强。凡说好一个用拐入去小便宜的人，就是伊啊。我知影，我一定会甲讲哦，叫伊较有准则的。